来，但没救了。有一件拒绝。没有一件同意啊，只有一件拒绝啊，对啊，没有一件同意啊，GG。我的 ID 是什么？我的 ID 是 ID 达布鲁达米啊，我的 ID 是42974434794297439，根据我对这游戏的理解呢，商店点开来，购买附加内容，主战者造型，这边点开来，先选斑比就对了。谁又不能阻止我买斑比？四人对战，剑圆战士 Q Pick 对战，来，来，大课长，我没有课啊，刚刚那名的金币，他也是斑比耶。好，组成我的 two pick，有斑比，当然玩主教啊。不解的圣杯，黄角战士。神魔审判，招左还右，左还右，张飞看起来很强哎，右，为什么是右？右，好右，结晶像。回复自己干什么烂牌啊？545，哦，卡吕东途径哎，这是点左吧？左吧，对，左吧，左吧。左，铁处女。看这护法好废呀！左边，入场取恢复自己的主战者或从哦，主战者或一个从者，转变为恢复全体两点。做好，爆能强化六费，召唤一只圣翼的白龙。如果我进化后得到，无法给予一个自己的其他从者敌方的，这要点哪边啊？这是左还是右好？这感觉是左欸，因为圣翼白龙好强哦，三费，然后到时候可以叫一只六六。可是433感觉体质没这么的好，回血就是了。狗好用是不是？有。烛台。是不是该选烛台了？右边吧，右边吧，嘟嘟，猛犸象，蛋蛋。感觉左边了，
召唤天马，贝卡萨斯五三。抽卡绿牌嘛，绿牌跟圣衣白龙，左边感觉比较强一点、欸，左边有一个沙牌。这个如何嘞？左还右？这个你们会选左还右啊？拜托教教我，教教小蓝猫，因为我没有那么会主教。我没有那么会主教，我只会快攻、智障、死灵，最简单那种。左、右，哇，意见分歧嘞！意见分歧嘞！感觉要当沙牌耶，感觉都行，是不是？左好了，我拿一张沙牌。中立的是不是？使自己的哦，这张我知道。给予一个敌人，打三伤。加四加，这好废哦，魔像好废哦。左，每当自己的回血就会射对面。如果没有其他从者会有的加一加零。如果这个从者受到的从者能力、法术能力不受影响，这个是直接屌挡对面的伤害牌，是不是啊？破坏一个敌方的从者，这个是破坏敌方的从者，可能要进化后才会有效果。这一张的话，只是它会有一个很强的猎鹰跟猛虎，它两费，可能倒数三回合。我前面有可能要烛台之类的。战俘破坏哥布林公主，这张是不是很强啊？这张是不是其实很强啊？护符、金刚神鹰、三五途径、章鱼神教。哎，章鱼是不是很靠背那张牌啊？可是有烛台耶，左边有烛台耶。小龙一点了。这个你们要左还是？烛台很烂。真的假的？烛台是居然很烂。好，你们帮我看一下这条左还是右，然后我去叫人。一点了，你不是笑容，你是小虎。这个嘞，卡吕东，哎、欸，又有野兽公主，好，右边，蛋蛋先生，哥布林公主，鸭子，哎、欸，鸭子是不是很强啊？我后来看鸭子的能力很靠北耶，
好，选个左边，选个蛋蛋。这样牌有点废啊。漆黑法典，史宣什么？哦，这好像很强哎，这是直接硬杀哎。可是左边有章鱼哎，左边他妈章鱼狗哎。可是法典很靠北哎。右超强是不是？好，右。这什么？干我这一场，好衰啊！这什么？六四四，三三四。如果自己的场上有其他的从者，每当自己恢复，这。左比较好，好，来吧 ，Go！ 四四，看广告，干，怎么是主教打主教？哇，野兽公主，他两费准时叫野兽公主，我也来，大家一起野兽公主，没问题。这什么能力啊？敌方回合中给予进行攻击的敌方从者会自我破坏的能力，所以我应该要避免被自我破坏吗？下这张。我要这样打是因为我这样这回合我才可以用我的主教直接进化，然后打一波。这样打我这回合就死了吗？其实那只梦回两滴血，四三，
64途径。 回复自己的主战者五点血，好猛哦！这张怎么那么给力啊？回五血，给出你什么？所以这个是我这一回合下完，他下一回合就不能攻击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敌方从者，下回合不能攻击，对。 回复自己的主战者全体一点血量，猫头鹰。これは神の導き。 像我厂商已经压制他了，可惜这游戏的护符都不能进化哎。 其实我刚刚有在想，要不要放这个？我刚刚其实有在想，要不要放这个？因为这个会让入场曲没有效果，但主教杀牌很多都是法术的杀牌，对，所以法术杀牌让入场曲没有效果，没什么意义。你认输三小啊？你能不能解任务啊？我操你妈！为什么要认输嘞？ 哇，没什么好想的了吧？<笑>这什么？这个强的点，它起来的时候会给对面伤害吗？ 恢复自己三血，但五费好大，五费超大，2pick打不到五费啊，感觉要选左边哦。崇高的教义，无法指定。 机魂思想，烛台，你们说2pick很烂。
因为没有很多的那个吧，没有很多那个，没有很多，那叫什么？但我觉得这是废牌，这超废，二 pick 里面超废，因为烛台应该它没有很多那个护符吧？但可是烈焰魔弹很强。这个强不强啊？这个已经遇到两次了，可这个好强哦。左边是什么？哇，这好强啊！这他妈刚他用的那张牌啊，狗牌啊！刘淼阿丹，谢谢订阅五个月，谢谢你五个月来支持 ID 达姆鲁拉喵，还不帮他喵一下？喵，对啊，这几天在下雨，绝世大萝卜，这超费，这什么？烛台回血途径。为什么要给一个自己的其他从者途径啊？这效果没有很有用啊，在二 pick 里面这个效果不有用啊，你没有办法做一个 combo 啊。蓝猫分类有改吗？不要啦，不改，懒得改，玩一玩到我要休息了，还改。阿丘霸，阿丘霸很强哎。自己的护肤，这边要选什么？这边会选什么？这边通常会选什么？这边会选左边的。我没有什么护肤哎，我的护肤啊，我有，我其实有护肤，可以，我除非是这个东西，可其实不多。右边是，好，最后一组，这个，这个从者无法攻击，也无法对破坏自己所有的护符。哦，这个好正哦，幻影之月，进化才有。我会选左，我觉得选左好了，来吧，打完让我解一下任务哦，不要投降啊，不要投降。后宫。導くでしょう。パパ、ママ、ルナを守ってね。圣水能力是什么？忘记。よろしくね。干好呗。干超强了。操这个烂枪！操！
下这张吧。嗯，要不要进化杀一只嘞？进化杀一只，然后压场。 我觉得要我们要尽量撑到后期。我觉得我们要尽量撑到后期。死の方を動かすな。 鞄を掘り返す入場曲给予这什么？每当自己的敌自己的从者进入消失转变而破坏。ここからです。 入场曲将抽到身上没有用啊！我现在身上需要两倍的没有什么需要两倍的总力卡片。 啊！必杀！爆炸！能抽到什么逆转的吗？想一下。 我顶多就进化跟他互换了。終わりにしましょう。 我将，哇，快去世啦！好像真的去世嘞。
去世，去世，被快攻灌歪了。 GG，被快攻灌歪啦！露娜来陪你玩吧 ，A 9对不对？好，来做一下，再来玩主教，大家看得懂了，比较能够理解主教在做些什么。 白龙降临，烛台的问题就在我们的牌，我们除非能够一直解掉他的牌，不然烛台那个 pick 里面没什么用。 崇高的教义，章鱼，这什么？这个会选哪一边呢？封神这边哦。 应该选封神那边吧，卡吕东，左边好一些些。 还行，戴帽子好像好一点。 破坏一个敌人的。 86124界订阅5个月，谢谢你5个月来支持，喵！怎么又是吸血鬼啊？你们是不是知道我一定会选主教啊？直接知道我会选主教，然后直接吸血鬼啦！
什么叫沙旦种子？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消费五，叫十三，太强了吧！目覚めなさい。 破坏跟消失都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它是怎样？它是进化以后才会有虫。哦，理解。 斑比奖是不是？你死定了！惯死你的斑比奖！啥？对啊，今天没开啊！我前几天都有开啊，今天不想开。嘟，干，绑错只，刚刚没有绑到那个一费那只，刚刚没有绑到这个只二二的只。 爆牌了他！你刚怎么不攻击？你刚怎么不攻击？你刚可以攻击吧？啊！ 怎么不是吃左边那只？QQ。你脸色怎样？他打我哎！主教，我在跟观众打二 pick。 我没有什么牌啊，给自己的主战者给予敌方一个从者六伤。哦，给六伤哦。 我的目标应该很简单吧，就是打越后期我越轻松啊。打越后期我越好打，对不对？来了。 我还是，妈的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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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
现在问题在我的血要撑住吗？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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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狙击思密达，这我看你是无解了啦！你现在只有八窝脸有机会获得胜利了。真的在开始压我姐。我在场攻23，你这还不去世，我真的是跟你开玩笑。我没有阿丘吧，这场没选阿丘吧。抽三张牌。别投降啊，别投降。带走，谢谢各位。没啊，我没有让他进复仇啊，不会让他进复仇的、啊。我场攻可以一直压到我随时想进都可以进啊，我就一直压场攻就好了，我就丢天盾，一直丢天甲跟那个刚刚那个13/13的，我压力一定大到他最后会炸裂啊！母咪母咪心动动，妈的智障！干嘛看到智障？下一个任务是什么？七场对战，好多人加我好友、哦，可是要一个一个按哎、欸，而且他好友就只能加几个，只能加50个。明智这个有跟我打过。加一下，有打过的都先加一下。鲁屁松嘞，鲁屁松有加我。弟弟最弱玩家傻小，可恶想赢职业玩家什么东西啊？太屌了吧！先把有对打过的跟干爹加一下，一看就知道是干爹的，先加一下。一看就知道是有订阅的人，先加一下，加加加加加。这个就是所谓的 master， 对不对？软用，然而并没有什么软用。母咪心动动也是 master 呢，妈的智障！加加加加加，你们加，我看到你们 ID 知道是来干爹，我就一定按接受了。个人资讯，多少？429743479。按广告，这游戏很休闲、欸，真的就很休闲。啊！鲁屁松，你是好了没啦？鲁屁松，你是好了没啦？每日任务正常速度一二小时可以啊？对吼，有每日任务哎，看一下，每日要哪一个一定要解啊？这个标准卡包一定要解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怎么只有三个每日任务啊？三小，为什么我的每日只有三个？所以我单人游戏要打一场。对战要打一场，干，可是我没有卡牌啊。这些都新手任务，我还没有到真正的每日吗？可是我对主线没很有兴趣啊，我只想要把鲁屁松那边装死干。不要，
我他妈就是没兴趣玩那个。看一下我现在缺多少卡片制作，统一分解，分解多余，对吧？890啊，我就缺好像20000吧。主线有极强的基础牌，主线是随便打随便赢吗 ？BP 什么？哦，累计 BP， 哦。累计完会有什么？5张券。我要想组这套啊！我想组这套，等下看我可以按做。我想组这套，这套死法。哼哼哼哼哼。我这套缺超多欸，缺到爆炸。把其他职业的全分解掉，然后直接来打就对了。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吗？靠北啊！全分解掉我也不一定会20000啊。其实现在问题点就在说，假设我氪金的话，我好像就组得出来我的那个卡牌了。假设我氪金的话，我不是可以买这个吗？购买主题战牌组，然后我直接买这个死灵法师这个。我就可以少抽那个，我可以少抽那只啊，有几只可以少抽，这只啊，这只可以少抽吧。凯尔贝洛斯我记得是里面有放的，这套里面有放凯尔贝洛斯，其他好像还好。可是问题就在这包500水晶，看一下水晶500是330块，干好。今天的抖内有没有？今天有没有赚到330块？我都不知道。QQ 今天没有工商，今天根本没赚钱。今天有多少？今天我看一下，抖内今天有16块，太爽了吧！今天抖内居然有16块，跟我薛海。可是今天没有新的订阅啊，这是一个消耗啊。今天都是旧订阅者。哦，今天黑，今天还有5块，所以今天有21块抖内，好猛。今天有按广告啊，你们都没有吃到广告吗？请问有人今天有吃到广告的吗？可以告诉我吗？没有啊，今天都没有人哭广告。很多啊，我先确认一下，我这样缺多少牌？超牌网连结再加一下好不好？超牌网连结，跪求超牌网连结，谢大大无私分享，求超牌网连结。今天有吃到广告？今天有哦。昨天有吃到，今天没有。看今天广告就不多啊，对不对？昨天就很多啊。谢谢。这网站怎么用？你这网站怎么用？你这网站，我的超牌，我要找别的一览，死灵找到了，死灵超牌干，没有牌组，哎，你这个日文好难看啊，我要怎么看啊？全部一览，新官网，哎，不对啊，你这个连接不对啊。啊，对，第二个连结这个对，哎，
是这样子吗？是不是他改过啊？网页怎么改过啦 ？Gen AI 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找到，这个，我要找那个 firing 的公式，然后我要汇出编辑排组 create echo 编辑叫做 EYZ 8，看我缺多少水晶。怎么看缺到水晶？缺29,510，缺什么卡？看一下。对啊，缺可鲁三张啊，凯洛贝，可鲁三张嘛。然后其他好像都还好，就可鲁三张缺。缺30,000啊！可鲁三张就多少啦？可鲁三张就多少水晶了？一张可鲁。3500，可鲁三张就1万啦。购买卡包，你们都会把钱拿来买卡包，还是买什么？可鲁是这个吗？速攻死灵要抽什么比较对啊？这个月我就不想氪金在 SP 身上啊。这个月我觉得崩坏三要出了，然后你看嘛 ，Fate 够我 ，Fate 够我台版应该是先不会氪啦，然后18号。应该差不多18号吧，我看一下下个礼拜什么时候，六天10小时后是什么时候？20号啊，20号会出那个啊少女前线的 skin 啊，所以我这个月不想氪在这东西上面。我觉得要打这个。我现在打这个对战，自由对战会很累，很难打吗？欸，不对哦，我是不是可以去解二 pick？ 二 pick 好像我解得过嘛，二 pick 我就可以打了嘛。好，我打二 pick 好了，上次还没打完，继续对战。主教。始めましょう。竞技仪式很强吗？所以这边会选什么？可能选右边呢。我想选哥布林公主啊，但是妈的战影女真的很废啊，战影女真的很废啊，干还是选右边吧，战影女太烂了，太战卡牌了。嘟嘟嘟，奥丁，奥丁强吗？干和竞技魔像超废。
这会选左边还是右边呢？费用有点高。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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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青蛙，好想要选章鱼跟这个法典哦，可不可以换一下？章鱼跟法典能不能互换一下？左边那个好像圣斗士是没有很强。章鱼已经选两个，我选这边选这个好了。封印的炽天使，绝死！哎、欸，四回合必胜。可是神魔很强。这边要选什么、啊？四回胜利，还是不解的？还是神魔、啊？神魔比较强吧？根本撑不到他妈十二费啊！四十场中，赛很小，四十场名就超简超少。圣人呱呱呱，痛痛痛痛飞走吧呱。光があなたを導くでしょう。退屈させてくれるなよ。后宫，后宫你知道怎么样吗？后宫很强哎、欸，后宫会加力三千。很好笑吧？被你赚到！三小换牌，干他有种打我脸啊！为什么换牌？操你妈！没有护符啊！崇高教义没有用啊！狗牌章鱼出场，谢谢各位，狗牌战场流。
狗牌爽换，谢谢各位。感觉我应该要加快，我应该打脸呢，打错了，我五六应该要打脸才对。我五六应该要打脸才对，打错打错，五六应该要打脸，刚应该要压脸的伤害。三角打我脸，哦没有，啊那什么东西，哦欸，为什么没有办法破坏它？哦，生命值三以下才能破坏。进化爽换，但我七倍后有什么用？感觉刚刚还是得下一张这张欸，感觉刚刚得下这张。神抽。这边是不是该下大天使啊？直接大天使进化好像也没有比较好，这个是一定要换的啦。刚刚那边会下教义吗？为什么要下教义？是因为之后怕下不了，是不是？直接硬结对。哇，好猛！
干，操你妈！干，打反！操！啊！打反！少し本気を出すか。まだやるっていうのか？祈り届かず。バルバも混ぜるのじゃん。炸，可只要解完他这一波，应该就赢了。干，少一个处女超亏，真的是很亏。刚刚这边可以全解。天を勝つ者、愛と勝つべし。赌他手上伤害一个不够啊，他少一赌他少一伤啊，因为他没有 PP 啦。干他开出来，开了一个斑比出来，他投降，他投三小强，他明明就还有得打，投三小。OK，Anyway，我很开心。两胜会获得 two pick 哦，没关系，我有一包啦，谢谢各位。火焰锁链 ，QQ。主线剧情你打一场就有了，真的、哦。好，要打一场。主线剧情打，好打主教了。あなたを導くでしょう。我开场十 PP 耶。赢了，开场十 PP， GG 史密达。砂漠のことなら任せなって。この大地を照らしてみせよう。
屌换，谢谢各位。被屌换，谢谢各位。狙击斯密达，谢谢各位，带走，漂亮。最强，干嘛卡牌游戏里面拿到什么的最强？卡牌游戏都嘛是靠赛，你的运气最强啊！耶、yeah ，拿到一包了。那怪物超像那个猎魂里面的怪，但是卡牌游戏有所谓的就是现在最好用或是什么很无脑之类的。又一包，各位，屌冲！喂，我的屌不太给力，去狙思密达。所以假设我现在要组我刚刚这个中速死灵。应该中速死灵吧，我只要组这一套的话，我应该要抽哪一副牌啊，哪一个卡包啊，他要魔将，然后跟应该魔将是哪一个卡包啊，魔将是不是？这个叫魔将军，到底魔将跟魔将军的差别在哪边？抽 TOG 是不是？好，没问题。购买四包。哎呦，有电，有电是不是神牌？精灵牢笼，金色的精灵牢笼，好猛！奇空团总长，知道吗？森林深处的异种，异种，帅。奖励直接发送到什么徽章？花传说就有徽章可以用，你的头像，漂亮。攻击特效超炫炮，但你永远看不到，真的假的？永远看不到攻击特效的一张牌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不知道单挑，妈，你现在是很想被我虐是不是？来呀、啊！哎，怎么又没了？这张。
OK， 了解。我是你，我就投降。干嘛来啊？跟你挑完这场，我就休息。按广告。什么牌组交换战？然后交换给对面，选烂的给对面的队。来呀、啊，干！妈的，鲁皮中，快进来哦！我可以邀请他吗？走开啦！敢不敢进啦？主牌，妈的，虐翻你！始めましょう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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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牌怎么输？天哪！这什么烂牌啊？这什么烂牌啊？爵士大萝卜，知道吗？右这张，怎么想都是右边。在想要选这个欸，干这啥叫？哦，选好了，鲁滨逊快一点好不好？你说刚刚哪一个选错啊？有哪一个选错的吗？你不知道多久啦！有他加速了，加速了，22:30，又卡关了，是不是鲁皮中？又卡关了，是不是？鲁皮中全部都选左边的啦，不要演的啦，都左边了，都左边了。左边的啦，有屁中，左边的，左边的，可恶想赢，为什么会有可恶想赢呢、啊？最后两张，在抄牌，他妈的，这有什么好抄牌的、啊？靠杯啊！好来，
闲醉酒，牌有够大，那你死定啦、啊！我刚刚挑到三个天盾哎、欸。我三个天盾，你怎么跟我打？干！干！干！不妙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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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没事的，咱们没事的。咱们很稳，咱们很稳。浮上の大地。僕は君たちの心を映す鏡さ。ここは我が家。お前は餌よ。逃げのごめん。風が止んだ。屌虐！下去！巴卡纳，巴卡纳！これからは私たちの時代よ。獲物発見！全速前進！全速全身欸。他刚刚说全速全新是不是？罗夏狗，开玩笑，战术。这个战术，其实你能懂。我看有人是要，有人是要不妙了啦！你是不是他妈的没看过七二的鸭子？神雕，
哇！是什么？什么？自己主战者受到的伤害都会转到敌人身上。哦，赢了吗？他不是这样写的吗？转移到敌方身上去啊！他不是转移到敌方身上去吗？他自己的回合，有重视。干被骗了，我以为是敌人的回，我以为是在场上的情况下都不行，在自己的回。啊！被骗了。难怪你刚刚选那么久，就在选这只吧。啊！啊！来吧，风神！可恶！干，被那个那张牌骗了。被那张牌骗啦，太卑鄙了！你的技巧真是太厉害了，我被那张牌骗了，干！我以为那张牌是我不能打，再来啊！他妈的！所以我们要再重组一套。下去。抱歉。辉哥，谢谢订阅十八个月，谢谢十八个月来支持。你按到换牌，所以你到底有没有换啊？你到底有没有换到牌啊？干，可是我觉得血鬼打二 P 应该超废、欸。这个好强哦！
这很废。梦魔，哦，这什么？都中立牌。看左边看也蛮没用的，右把右边看也蛮没用的。宙斯三小，这怎么那么凶残啊？他妈的！我刚刚被这张骗，垃圾！最后一场。你是有没有混到牌啊？干！这场是不太妙啊。两费叫斑比，你猜的没错，我是斑比。为什么你要换？为什么？
嘟嘟嘟嘟。僕に選ばれたんだ。光栄に思えよ。我这必杀哎、欸！你这样换是三小，他他妈的 ，what？雨のように泣き叫ぶ。いい天気。何もかも赤い。赤い。你是护符流斑比吗？力、それさえあれば。六十。我现在有复仇，所以他下一个出牌我一定杀掉。你可以讲到。屌虐！哎，干活就加鸭子，靠呗！我刚刚没有看到有鸭子，买不会的。干嘛呢？傻小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家伙是不是要送头啦？啊是一副快死的样子啊，不妙啊！等一下哦，我要怎么撑到这个东西出得来啊？干不对哦，我才是他妈的要送头的那个干。这只杀掉，这只杀掉，这样我还剩十滴血。哎，不对啊，我疾驰哎！送你一只鸭子，让你看一下。进化，谢谢各位，带走。哈！垃圾血月，再来啊！不行，这场最后一场。现在我跟你之间的战斗呢，3-1，谢谢各位。踢出，妈的，踢了你，我自己在跳，超屁，超级屁孩。我不跟手下败将再玩一次，今天不能再跟手下败将玩，怕被赢回来。怕，欸，为什么我这个一直没解掉啊？我们刚刚明明就有打，为什么没解掉？这个为什么没解掉？刚刚明明就有打死他，因为他是同一个人嘛，同一个人不算。GG，没关系，没有很重要。
鲁屁松3-1，再去磨练磨练再来吧。哎呀！妈的高赛狗，哈哈！好，今天就开到这边，告一个段落。为什么我左右下角这个东西永远都写着500啊？可是他应该要写300啊。我的热情，不对，那是另外一个500。偷偷扫出来看，对啊，应该要写300啊，为什么嘞？他妈，我把它改成300，它照样又会变回500，真是我操你妈！来战，不要嘞！今天最后一战就是跟鲁屁松了，我已满足。干你娘！谁知道我退学账号密码多少啊？好啦，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。只要你喜欢我的实况的话，记得在右上角点个追随，然后。记得要去我粉丝团以及 YouTube 点个赞跟订阅。今天开台就差不多开到这边，我们明天有机会的话，应该明天还会开。各位，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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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？为什么嘞？还是没有办法把它变回300 ，bug 了是不是？好，各位再见啦，啵啵。再一个广告。